一天卖出7000条，讨论度超高，大家都叫它紫熨斗 ，CP 值超高的一支全脸眼霜，连续使用10天，快速的让你的皮肤能够有紧致的效果，难怪它会得到所有网友一致的好评。欢迎回来，凯文想得美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最近呢，我被一句话烧得体无完肤，是哪一句话呢？对自己更好，因为我值得。其实我平常在我的自媒体上面也常常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，你一定要了解自己，你要爱自己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也因为这一个 slogan 让我停留下来看看这一群自信的女性她们在用什么，我发现了有一支火到翻掉，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一股热卖的风潮，讨论度超高，让我不得不把它拿来开箱，那就是巴黎莱雅 L'Oreal Paris 的玻尿酸眼霜及抚纹精华霜，大家都叫它紫熨斗。我跟你讲，你只要随便打紫熨斗，不用打紫熨斗，你只要打紫，后面熨斗就跑出来了。你看它的讨论度有多高，所有论坛上面对于它就是一片的叫好声，大家认为它是一个 CP 值超高，效能超好，对于各种皮肤的这一种适用性超高的一支全脸眼霜，它一直以来都是开价眼霜的销售 number one。它在2019年一上市就卖到断货，曾经创下一天卖出7000条的惊人业绩。我也希望我的洗发精一天能够卖7000瓶。他强调的这支，它不单单只是眼霜，它是全脸都可以用的，它可以抚平我们全脸8大纹路，3天就可以让你的全脸感受到紧致、蓬润。这一阵子呢，有一部戏叫《39》，不是说你39岁才能用它啦。这个戏其实让我也很有感觉，能够 echo 我前面讲的那一句：对自己更好，因为我值得。当你进入到了30多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去检视自己：我够不够爱自己？我能够做些什么让我自己变得更好？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额头、眉间、眼下、眼尾、嘴角有没有开始出现一些暗沉、细纹，毛孔变大，都是会影响到你看起来更年轻的地方哦。我说今天要开箱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。秉持着凯文想得美，我们的实验家精神，今天我要请出我们史上规模最大的全方面测试。这次我要用3个不同皮肤状态的30世代的女生，分别是干肌的代表静君、油肌的代表芝麻，还有敏感肌的代表雅文。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通常都是油肌、干肌去做测试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其实很多敏感肌也希望能够有效的紧致你的皮肤，对抗细纹。我们来让他们连续使用10天L'Oreal Paris 的这一支紫熨斗精华霜，来看看他们这3位轻熟女在皮肤上面有没有什么样惊人的改变。你们仔细看一下它的数字，干肌的部分它的皱纹数从98变成了85，而纹理呢也进步了 15.9， 毛孔数减少了 14.8。 最厉害的是我们来看一下敏感肌，敏感肌在保养品的进步其实是最困难的，但是仔细看它的皱纹从112进步到了90，而纹理的部分不得了，它进步了 31.8%，因为这些干燥过敏所形成的细纹进步了 31.8%， 而毛孔你看看减少了 29.2%。 而油肌的部分，本来油性皮肤的人细纹好像会比较少，但是它的皱纹从123减少到剩下72，而纹理的部分也进步了 10.2%， 毛孔更是不得了，一举减少了 32.9%。 其实这个眼霜级的抚纹精华，我们强调它是快速的让你的皮肤能够有紧致的效果。那么这个抚纹呢，其实代表了皱纹还有皮肤的纹理，肌肤的纹理排列的越整齐，代表你的皮肤越健康，紧致度越好，毛孔数的减少就代表你的皮肤越来越紧哦。你看只使用10天，难怪它会得到所有
网友一致的好评，从我们检测的数字你就可以看到。那么这一支紫熨斗要怎么用呢？非常简单，就在我们的脸上造成你困扰的八大纹路的位置，比如说在你的额头、眼下或眼尾、法令纹，甚至于嘴角，先点，然后呢轻轻的抹开来，抹开来之后呢，你可以顺着同一个方向把抹开的范围慢慢的加大。但记得哦，在你有纹路的地方，额头的地方成十字，法令纹成十字，也就是要跟它交错，均匀的抹开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利用它做提拉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质地啊，点点点，看我点够多吧？你在抹开来的瞬间，你会觉得它会有一大群的那一种水水润润的感觉，配上一群紧紧扒在你皮肤的东西，慢慢慢慢的融合进去你的皮肤里面的那一种感受。很多人听到抚纹抗老都会担心它会不会很油很黏很腻，它不但延展性非常好，吸收的非常快，最重要的是完全不泛油光，它快速的进入到你的皮肤被吸收之后呢，即使你在上妆前用它也不会搓出屑屑哦。按摩完了之后，我们来拿吸油面纸测试一下，来用吸油面纸测试一下，没有油哎，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这么的清爽、好吸收、高延展性，但是却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脸部的八大细纹。首先当然这一支里面虽然它是开价级的商品，可是它运用了 L'Oreal Paris 他们集团高达十项的专利科技才做出了这一支紫熨斗之外呢，我跟你说哦，这里面有一个不得了了，是放在万元等级乳霜才会有的，现在非常热门的 L'Oreal 集团独家的专利抗老成分普拉斯链。这个成分哦，其实它是从木糖里面萃取出来的。我们的皮肤哦，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需要你把它抓住的，如果你没有抓住它们，它就很容易流失。比如说你的胶原蛋白很容易流失，你的脂肪很容易流失，你的皮肤很容易松垮、崩裂、凹陷，看起来暗沉、没有精神。那么这个普拉斯链，它呢是一个非常棒的连接所有这一些力量，让你的皮肤，比如说要抓水抓得特别多，要抓胶原蛋白抓得特别紧，这个普拉斯链它等于就是让你的皮肤恢复到年轻健康的那一种状态。以前只有万元乳霜才会加的，现在在开价就买得到的紫熨斗它加进去了。这里面的成分它还包含了这个小分子的高效多生态，生态就是一个最好抚平细纹的神器。然后呢，它还有相比前一代高达五倍浓度的大小分子的玻尿酸，让你能够快速进入到皮肤里面补水，然后呢在外层留住水分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普拉斯链呢，它能够协同胶原蛋白生成，它可以抓住胶原蛋白之外呢，我们再补充给它这个玻尿酸，所以它就可以把胶原蛋白跟水分紧紧的抓住。当这两个东西都紧紧抓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慢慢慢慢的三天，你就感觉到你的皮肤因为充满了水分，开始就有一种觉得越来越透、越来越亮的那种感觉。慢慢的再协同，比如说像维他命 E 非常好的滋润，然后抗氧化的成分，咖啡因它可以淡化你的黑眼圈，黑眼圈啊很可怕，然后呢再加上红茶萃取，这一些成分都能够让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天比一天越来越紧，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年轻。所以在这个紧致保湿烹饪的部分呢都得到了改善。此外，为什么这一次我们除了干肌跟油肌之外会加入一个敏感肌的测试呢？是因为这一支紫熨斗呢，它强调无添加香料跟酒精，完全不会造成我们肌肤的负担。即使你是比较敏感的皮肤，只要不要过度摩擦你的脸，你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，去享受它带给你解决脸部八大细纹的困扰，让你在三天内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皮肤变得紧致、弹润的效果。所以，巴黎莱雅一直贯彻要照顾全世界不
同的女性朋友，所以他们说对自己更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，你不爱自己谁爱你呢？我们唯有了解自己，进而针对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。你看一个开价的紫熨斗，它拥有了十项集团的专利，利用了万元等级的这个乳霜里面才会有的抗老成分，不管是任何肤质，不管你是20世代、30世代、40世代，都能够享受轻松就可以有紧致烹饪的效果，回复到你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那个时候，有自信你的脸就会散发光彩。不要忘了对自己更好，因为我值得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设定全部提醒哦。凯文想得美，我们在下一个更好的自己再见。